好了，我放五个，然后我藏起来，兄弟们，这回我藏起来，我看小迷糊长不长记性，兄弟们啊，我看小迷糊长不长记性，我先藏起来啊，我还是藏那屋去。小迷糊如果不听话的话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如果不听话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直接把他淘汰了，就都这样式的了。小迷糊，你都这样式的了，你还不听话啊？说好了，你就这样式，你不听话，不许动啊，小迷糊啊，把它藏起来啊，我在这看着你呢，小迷糊啊，听话。小明，你干啥呢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就你这样，你还不听话呢，小明啊！你这样，你都不听话，是不是？行，行啊！三个过来，上来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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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，下来，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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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过来。小牛，你都这样式，你都不听话，是不是？行啊，我让你不听话，兄弟，我让你不听话，嗯，我让你一个都吃不着，你看着呗，啊，我让他一个都吃不着，我数三啊，兄弟们，我数三啊，来，预备，一，二，三。小迷糊，你别说，兄弟们，小迷糊真挺厉害啊！正好一人一根，兄弟们，正好他们几个一人一根啊！又没吃着啊！小迷糊又没吃着，又吃着了，这把又吃不着了，看着吗？只能当摆设了，只能当摆设了啊！只能当摆设了，小迷糊啊！啊，好吃吗？不给吃，不宰，这个不宰了。哎，没了，没了，小迷糊，完了，小迷糊蒙圈了，没了。我感觉这种是最我啊，兄弟们，我感觉现在咱对小迷糊这样式的啊，我感觉应该是啊，应该是特别残忍的一种惩罚啊，因为有好吃的到嘴里吃不着，我觉得这种惩罚对小迷糊来说啊，无疑是啊。最致命的惩罚。